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要介绍这20个字的拆语法。我们先看第一个，左边是提手旁九四。好，再来呢，右边上面第一笔横一。好，再来要拆的是三一这个字根，三指横一。好，这边。好，下一个左边人字边八。再来右边上面拆的是一四这个字根，横一正交四。好，那一四写完之后呢，右上角一个点六。好，这里。好，下一个我们看左边耳朵，我们拆五三，顺弯五三指。再来呢，右上角是一个盖子七。好，这里。好，下一个左边上面先拆六一点六横一。再来是一个方框口零，再来要写的是一个顺弯五，好，这样已经取三个字根了，直接跳最后右边的瀑布九八这里。好，下一个人字边八，接着呢是横一，横一取完之后是二六逆弯二点六。好，最后下面的背呢，我们取的是七八。好，这边下一个第一笔顺弯五，它是一个勾。再来指的话，我们拆三一，第一笔三指，最后一笔横一。好，那右上角呢，它是一六这个字根横一，然后点六。好，这边好，下一个我们要看。左边上面先写的是八一这个字根，两点的八，横一。好，八一取完之后呢，剩下的部分是三。好，那写到这边之后，我们再来右边的话是月，月的话是七一，盖子七横一。好，这边。好，下一个左边是二六，逆弯二开始，点六结尾，二六。那右边呢，一个顺弯五，也就是五，这里。好，下一个我们看第一笔横一，再来呢是二二这个字根，第一笔跟最后一笔都是逆弯二。好，这边。好，下一个先拆的是九五这个字根撇九，然后顺弯五九五。好，那里头的日呢？我们拆零一方框口横一。好，这边。好，再来我们看，接下来这个字呢，第一笔是撇九。好，撇九取完之后呢，它这个是先取比较大的字根，比较大的字根是哪一根呢？是木，木的话是四八，正交是两点的八。好，那四八取完之后，再回去取中间的五一，顺弯五横一，这里。好，下一个上面刚刚有取过六一点六横一，再来呢方框口，接着是一个盖子七。好，这样已经取三个，直接跳最后，最后呢就是最下面的九八撇九，然后两点的八，这里。好，下一个左边人字边八，再来火呢，它是八八两点的八跟人，这里。好，下一个左边人字边八，那背的话我们拆七八，最后刀的话我们拆三三两笔三指，好，这边。好，身的话三个木，那木我们拆四八正交是两点的八。因为有三个，我们继续按。好，这边。好，再来的话，木一样四八。再来呢，右边上面先拆六一点六横一。六一取完之后是两点的八。好，这边。好，下一个呢，左边言字边取的是六零点六方框口。好，再来右边上面呢是八之后，再来拆的是九九，
它是第一笔跟最后一笔都是撇九。这边好，再来我们看左边土的话是41取完之后呢，右边上面呢它也是41，它是正交四横一。好，那41取完之后呢，中间一个横一。好，这边好，下一个我们看的呢，先猜的是60，这个是跟点六，然后开始写到方框口60。好，60取完之后呢，左下角的肉我们是取71。好，这里好，下一个宝盖猜的是67.6盖子7。好，然后呢是一个横一之后，再来呢是正交4。好，那接下来呢就是猜整个字，猜全码的部分。好，我们看第一个左边提手旁94，再来呢右边上面是一个横一，横一取完之后呢是31，这个字根三直横一。好，这样已经取三个，直接跳最后是右下角的一样是31，这个字根。好，这边好，下一个左边人这边8，再来右边上面猜的是14，这个字根横一正交4。14取完呢右上角一个点6。好，这样已经取三个了，直接跳最后呢是寸里头的点6。这里好，下一个左边耳朵我们猜53，顺弯53直。好，那右上角呢是一个盖子7。好，那右下角呢是91，这个字根撇9横一。好，下一个左边上面61.6横一之后呢，方框口这是0，接着呢是一个顺弯5。好，这样已经取三个，直接跳最后右边的瀑布是98撇9跟8捺。好，下一个的话人这边8，接着呢横一，再来呢是26逆弯2跟点6。好，最后呢下面的背我们猜78。好，下一个第一个是顺弯5。再来呢指我们猜31，三指横一。再来呢右上角呢是16，这个是跟横一，然后最后一笔点6。好，那右下角呢是92，这个字根撇9逆弯2。这里好，下一个呢左边上面81，点点的8横一。再来呢是3，这是例外的，它放在3。好，再来右边月我们取71，盖子7横一。好，最后呢下面的土我们猜41正交4横一。这里好，下一个左边26逆弯2.6，右边呢一个顺弯5。好，下一个左边上面第一笔横一，接着要猜的是22，这个字根逆弯2逆弯2。好，那22拆完之后呢，再来是公我们拆11，第一笔跟最后一笔都是横一。好，那最后呢右边是立，我们拆59顺弯5，然后撇9。好，下一个呢外框是95撇9顺弯5。好，那里头呢是日，我们拆01方框口跟横一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第一笔撇9。撇9取完之后呢，我们会先取木，这个是大根先取的原则。木的话是48正交4，两点的8。
好，那木写完之后，再回去取中间的五一顺弯五横一，这里。好，下一个呢，最上面61.6横一，接着是方框口。好，再来呢是盖子七。好，这样已经取三个，直接跳到最后，最后是最下面的98撇9，然后2.8，这里。好，下一个左边人字边的八，那火我们猜88，它是2.8，然后跟人，这里。好，下一个左边人字边八，再来背呢，我们猜78。好，最后呢，刀我们是猜33，2比3直。好，那生的话就是三个木，木我们猜48，正叫是2.8。好，下一个一样木，我们猜48之后，右边上面先猜61.6横一，再来呢是2.8。好，这样已经取三个，直接跳最后，最后是右下角的方，我们取65.6顺弯五。好，再来的话，左边沿字边第一笔6，最后一笔方框口，这是沿。那右边上面呢，先一个八之后，再来是99，它是撇九开头，撇九结尾的99。好，下一个我们要看的是左边41正交四横一，然后呢，右边上面的呢？一样，正交四横一。好，那41取完之后呢，中间有一个横一。好，那已经取三个了，直接跳最后，最后呢是外面的逆弯二这一笔，这个外框这里。好，那下一个呢，我们要看的是银。它最上面呢是60，这个是根6，然后方框口。再来呢，左下角的肉我们猜71。好，那71取完之后呢，中间的背我们猜78。好，那最后呢是这个正交4，右边下面的这里。好，最后一个我们看雨的话，上面宝盖67.6，盖子七，接着呢是横一，好，最后呢是一个正交四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这20个字的猜字讲解，谢谢你们的收看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可以帮我按个喜欢，也欢迎留言或是分享。还有订阅我的频道跟开启小铃铛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喽。